好，这里是东南亚佛，今天是周日，然后它的周日冒险岛一共有五个内容，一个是这个硬币商店打七折，然后它会根据你的荣耀勇士等级会给予你心腹骨的硬币，然后会送你一个心腹骨伤害皮肤，然后就是他会很日常的送你五个三倍经验值券，他之前是送三个，今天送五个，然后跟往常一样，他会有两倍的心腹骨力量，还有他的上限加倍。然后先来看一下他这个周日的奖励，他今天就是周日冒险岛会告诉你一共有五个内容，然后他会给你这个周日的礼物箱子，他有这一些伤害皮肤，打开看一下，然后他根据你勇士等级，他会给你这一些硬币的数量，那我现在是五星，会给我1000个，好，拿到了1000个硬币，然后它这一个伤害皮肤你只能选择一个，它这些都是在伤害皮肤都是在那硬币商店里面是可以买到的伤害皮肤，选了这个霓虹的 V 伤害皮肤，这个就是五个的三倍经验值券，它不是跟这个重叠的，它跟每日的这个是分开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打折的情况，因为它打折，我其实可以买一些我要买的东西，买一个机器人，Alicia Roy， 它的机器人心脏是有时间限制，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机器人阿丽莎。那这个周日冒险岛现在